捡破胖、捡便宜、捡福气，捡的整个是猴年的好运气。大家可以把手举起来 ，Come on。跟大家说什么？一二三，谢谢大家！谢谢乐乐福村寻找消失的妖怪手表吧，谢谢您。电等自然的物理科学原理，还有全台唯一室内滑雪场，是您亲子同游的好去处，充满知识和我们教育的探
探索性，欢迎来到小叮当科学主题乐园，谢谢。六安徒生童话梦想节就在2月8号到2月14号登场，初一到初五还准备了限量红包哦，欢乐无限的表演秀，有趣的关卡活动，全新的国王迷宫、舒压乐活草原等等，邀请全家一同欢乐。美的自然环境和可爱的文创装置艺术，很适合拍照打卡，让我们共同轻松游。而且呢，全区的机械游乐设施非常适合国小以下的儿童，一票玩到底哦。让我们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到香格里拉，感受买一送一畅游香格里拉，谢谢。泡汤去喽！火焰山温泉度假村以户外度假、温泉露营、表演等为游客们来设计主题乐园。同时啊，随着我们周休二日的到来，来到园区更感受到休闲生活中不同的感受，体验泡汤，享受悠闲的时光，忘却生活中的压力，一起来放松吧。谢谢火焰山。继续欢迎的是我们力宝乐园哦，力宝乐园在我们活动期间呢，邀请大家共同来转动梦想环游世界，而且6岁以下的儿童免费哦。为了迎接农历春节亲子共同的出游，力宝乐园从2月6号到14号寄出6岁以下免费，并且呢在我们园区打造异国装置艺术街景，有欧洲童话村、非洲原始森林和美国街头，以及台湾金猴王迎春区，更有呢斥资千万两档全新的国际级特技表演秀，还有呢如果拍照上传乐园 FB， 最大奖可以抽欧洲机票哎！欢迎来到我们这里，感受猴年招好运，财神行大运，谢谢力宝乐园。享游乐区在寒假期间，为了鼓励亲子同游，还安排我们2天1夜欣赏樱花的生态之旅哦。除了安排住宿、用餐、DIY 之外，以及泡汤活动，冷冷的冬天就来到东势林场游乐区吧，期待与您的相会，掌声鼓励，谢谢。然后继续呢，邀请的是九族文化村，接来到这边感受全台湾最盛大的赏樱盛会。我们今年九族特别从日本原装进口人力车和浴衣，要把整个日本的场景搬到台湾喽。赏樱不用到日本，即日从1月30到3月5号，门票还特价优惠哦。那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到九族文化村，感受樱花的盛会。谢谢。夜场打猎，还有制作陷阱，以及礼炮教学和原住民服装穿着吗？只要寒假期间、春节期间来到我们泰雅猎人教室，就可以体验了。还有精彩的原住民歌舞以及舞台表演秀，请千万不要错过喽！春节期间呢，我们门票优惠只要300元。谢谢我们的泰雅度假村，来自我们陕西的森林生态度假园区，快来这儿遇见幸福吧！风车转啊转，让你和幸福相约。森林系郁金香花季现在开跑喽！艳丽无比的郁金香搭配美丽的风车，让我们整个寒假呢共同快乐转不停。不用到荷兰也可以享受我们郁金香的风情，现在只要搭配遇见幸福专案，还送彩绘小风车，让你感受创意。遇见幸福就在山林溪，邀请您来到我们剑湖山迎福气，集结上百种花、数十万朵花卉所打造出全台唯一12生肖花园，大型元宝财源滚滚花雕和用郁金香打造成清新相应的造型花雕，前所未见。另外呢，属猴的朋友有福气了，我们春节期间只要399，让您就可以感受剑湖山世界最棒的游乐。感谢您，谢谢。呼呼，以及我们顽皮世界也要来欢迎大家喽。这个阶段呢，让我们一起来感受水豚君的疗愈吧。顽皮世界位在我们台南占地20公顷、采办开放式的观光动物园，可近距离的和动物们拍照哦。园区内有300多种温驯可爱的动物，像是长颈鹿啊、大象，还有羊驼、袋鼠、企鹅等等，以及呢我们的水豚和科摩多龙，可是全台湾唯一的。想要看就来顽皮世界吧，掌声鼓励，谢谢。继续让我们欢迎的是千山皮江南度假村，
才子瑶上来和大家介绍我们的和风文化季了。千山皮江南度假村在春节期间初一到初四举办了戏雪江南和风文化季，推出的包含有我们的太鼓表演和有和服戏雪体验、财神送红包、蚊子电影院及彩绘 DIY 的活动。赶快来到千山皮吧，一起和才子共同玩耍喽！谢谢。的魔幻秘境探险旅程和我们的闯关挑战及剧场表演，另外呢更有甘味人生新春大公演，初一到初五会送出我们金猴年送红包喽！是的，是的，欢迎大家新春就来到八大森林游乐园，感受我们的魔幻之城，一起一探究竟。那在今年推出了许多开心的方案，我们义大世界的好朋友哇，要以我们健康的形象欢迎大家来到义大，感受我们梦幻的希腊主题游乐园了。这里有我们全台最多的游乐设施，最大室内游乐园和海拔最高的摩天轮。我们更荣获的是2015年一周刊第12届服务第一大奖，也是网友票选第一名的乐园。今年寒假我们会推出的是吉祥物实际互动的 Live 糖精大嘴巴和 3D 涂鸦鱼，带给您全新的感受。春节期间属猴的好朋友还可以享受599的优惠，实在是好塞雷啊！谢谢。元首海洋公园欢庆小学生放寒假，1月21号到2月14号，只要你是小学生后，就可以用100元畅游海洋公园。另外啊，还有我们的海豚宝宝命名活动耶，有机会可以遇见我们全台首次富裕成功的海豚宝宝。想要看海豚宝宝超萌超卡哇伊的样子吗？快点来到海洋公园喽！谢谢。